Hello， 大家好，是主持人宜勋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游戏新干线旗下 3D 动作 ARPG 手机游戏《地城守护者》在万众期盼之下，即将在4号正式展开精英封测喽！还不赶快跟我们去瞧瞧喽！本次《地城守护者》精英测试开放的关卡内容为地下迷宫、乌云溪谷，在战法最三大职业中。选好玩家想体验的角色后，首先会进入地下迷宫中，遇见各种不死生物，而长眠于此地的骷髅王大流士也在此时苏醒。另外还有被许多凶暴生物占据的乌云溪谷副本可以体验，欢庆地城守护者展开精英封测，官方也准备了相关专属好礼送给各位守护者，于活动期间内创角并登入游戏，即可获得高达2500颗红宝石，让勇者们尽情体验地下城的丰富内容，快去下载体验吧。